干嘛？不高兴了。你干嘛不高兴了？你就站在门口，你别进来啊！我错了，我为你献唱了一首。不要进来，把脚拿出去。换双鞋。不行。外面很冷呢。不行，你出去吧。这有条三八剑，你把脚拿出去。你为啥不生气？能告诉我原因吗？我为什么生气？就是因为没有教你弹，就是没有给你向你学尤克里里。不是，你答应了我要学，你答应我要，你又去干别的事情。我没有干别的事情啊。你还没有干别的事情。谁说要玩扑克，然后再过来的时候你就说我们一起想，我们一起玩点什么吧。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着，然后又说要点外卖，然后你又开始张罗点外卖的事情。我怕你饿，我专门叫他们过去给你买。是我说想吃外卖的吗？是你饿了。我没有啊。你饿了，要不然你为啥吃那么多鸭脖？吃鸭脖是因为喜欢吃鸭脖啊。那我怕你饿。你可拉倒吧你。真的。